是一种勇气。你好，好久不见了。哦，过来那下，永伯啊，哟。哇，永伯，好，不怕好听呀。你讲话嘛，较细声，较温柔，你安尼敢惊着？查某囡仔是真惊。袂惊着啦，伊甲我实在足久诶。有影啦，有影。啊，有影，有听哦。你是土雷哦。你啥物土雷？真系足无劲啊！嘿，啥物你无劲？啊，劲你都会使，劲我都袂使。我是安怎，我强糟蹋大汉的。哦，伊这么顺的查某囡仔，哪有可能啦？你什么啦？阿三，你的故事。系啊，我讲的关系就是，伊嘛一直拢足支持我的歌呀。所以我今仔日嘛特别带来这个歌要送吼咱永伯啊。哦，迄条，这条在啥？有听无？伊唔来来看我，佮唱歌给我听。佮要送，佮要送我。好嘞，好嘞。这条歌讲我大家琵琶。歌名号做啥？什么？点点。我来看你，你叫我点点。我名就叫你点点，安尼你唔知啊哟？话遐多，我名做点点嘛。那我想要问伊讲哦，是安来照顾好阮等五年，你总算出新专辑了。五年啊啦，这地出了点点啦。我是讲，伊这地专辑点点出了后，后一地专辑就做三碗公啦。为什么？三碗公。我点点，你真正要点点啊？哈！讲出来话都爱执行啊！除了以玲姐来到我们现场，我们大家都非常开心之外，你敢知你好温带来足多爱困扰？哈，困扰！足最麻烦的，我你讲。对。因为大家听讲吼，你要来上阮的节目，吼，你的粉丝吼，规定讲伊也要来现场啦。你敢知偌济人？几啊万人讲来录影啦。啊，所以喊你侪人，我无法度啊，我只有海选，海选抽签的，对，选出三个，用来参加录影。小蛋呢？你又讲唔对，啥？剩两位吧？那两位？因为都跟你讲三位，那三位啦，那两位，三位啊？对啊，啊，加我唔到四位，你无啦？我才无，你抽算就无啊啦？你看唔到相片啦？啊，我今日这三个吼，那是你的粉丝。而且佫足够唱歌的，一个比一个佫较够唱。拢唱野歌就对。对，因为太爱伊的，无咱紧个邀请出来。到底是啥？首先我们邀请第一位南台湾小天后凤娘。
小姑娘现在变成是南部非常受欢迎的小天后啦。你多唱这条这六月挂彩给有心，六月挂彩就够唱的嘞，这嘛你的歌嘛，对对对，你听他感觉安怎？真赞呐！最重要，我是干妈公很喜欢这个人，对，然后一直唱伊的歌，对对对，应该是安尼。说来这里嘛是就介意林姐哦，她以前是个 DJ， DJ 她。现在会听以琳姐的歌，这个中间这个过程，呼呼那个萌姐，啊对啊对啊对啊，好，到底是谁？我们欢迎超级 DJ 邵大伦。青春梦，爱过的人，伴阮今生慢慢行。月日头，夜色茫茫，人生若火车一站过一站，落袂停，心愿完成，爱恨温暖拢是情的一生。请你甲我来作伴，啊啊啊！当孤孤的人，啊啊啊！你是我今生永远的希望。大哥好，李林姐好，哎，登大郎哎，小大伦，登大郎，哦，大家拢叫我大伦的啦，哦，大伦的，大伦的，对啊，对对对，你好，点点的，我那点主持，今麦我那点主持，啊，大刚真侪听众朋友其实拢是华韩德路的嘛，然后叫一个大伦的啦，叫一个较好叫啦，韩德路啦，较好叫啊，李林姐你干嘛唱那小高唱的呢？谐音本身吼就磁性，哦，第一次跟他听听个，遐搞唱歌嘛是真不简单呢。你本身可能就有兴趣啊，对吧？等你好好问一下，说来这位恐怖啊，恐怖吗？伊的歌声，那是足够像咱大家拢知。而且伊最近吼喜事连连呐，爱个恭喜这里。安尼，到底是像？掌声欢迎幸福人妻朱海君。一条歌，予大
越来越水啊吼！哎，这个我唱的哈，嘿，你敢没唱啊？那种就台语的开口。其实唱台语歌，好像大家学习唱台语歌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拿雨林姐的歌来参赛，所以听久了就是会自然而然有那个台语的开口。哦，对。是其实歌单吼，会晓唱歌啊嘛，最受欢迎人就这，像恁独独介意雨林姐。因为啊，我你忙你啦，我你干，我叫宝来，叫宝来，好不好？凤娘，你先讲好了。因为我从很小就开始唱歌，大概十岁就开始唱歌，然后那时候刚开始学就是都学以琳姐的歌，对，然后她就是我们的很像一本活字典，你知道，只要是黄以琳三个字就是经典，然后一定要学。不是，就是都是当然弄一点爱刮不太远，一点东西以琳姐的歌啦。对，我嘛是自细汉听以琳姐歌。点点啦，点点你们唱这条歌哟。都要以琳唱完啦。嘿，啊，海军喜欢的原因是，我喜欢以琳姐，我记得我有一次是在友台的综艺节目，那么我知道那天的来宾是以琳姐，哇，要一起上嘛，所以我的心情跟今天是一样的，连续两三天都睡不起，我到今麦还是搁在皮皮穿呢。哎哎呢，今天看到心目中的偶像哦，都会穿呢呀。你想翁立友今麦看到于大哥，啊唔敢正眼瞧他哎。是啊，嘿，看到伊拢安拢一直一直把鼓一直把鼓，安拢徛伫边啊。那廖总讲，惊伊去有疤对吧？不是，我是真正疤过好，你大概看到你就没。就阿鲁真正是就介意这类人，阿说不敢看他，所以可以了解你的心理。对对，澎湃。对，大嘞呢，你嘞？因为我伫电台主持，然后呢，伫这台语歌单的书上呢，哈，以琳姐，哎，当算讲是经典当中的经典，经典当中的经典，要怎么说呢？因为今年呢，以琳姐这张专辑是第50张，50张，一张是10首歌嘛，50张就等于是偌济？500几首。哎呀，500几首，所以呢，对我们台语歌坛的贡献，哎，我听伊讲，我拢感觉。就准备主持电台，对对，我就准备卡电话，你可以可以嘞，可以。开放一个可以的，卡电话里面，你先同我治疗一下，轻一个一抓，重一个两抓，让你病好未搁拖。啊，这个药啊，敢未使？点点。噔噔噔，广告。我的伊，未来离开看，伊讲伊孤单，只怕伊。等了过去，不甘心付出，为伊赚钱。无甲你动，继续嘿。袂使啊，搁吹落去。哎，你听安尼感觉安那？就甜，就甜的吼。就甜。哦，退出来的对不对？阿妈规个拢精神，人拄啊讲，这块歌是啥啦？阿妈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即摆唱出来，就感觉讲你对因阿妈有介意的对啦。安尼我甲阿妈介绍好伊啦，嘿。我根本无爱阿妈哦，这条要写阿妈呀。系啊。好啊啦，你卖闹啦，你真正点点啦，人家你重点是。这四位啊，还有以琳姐，以琳姐，今天吼，这个艰巨的工作必须要由你来当一个裁判。对啦，对啦。因为以琳姐，你最近出了新专辑嘛？是。啊，这三个拢就介意你，啊，唔问题吼。啊，为这三个当中选一个上适合的，迄个人出来。就拍算了呢，我刚。拍算你嘛会使算我。点点啦，哦。你唔当阿看，我足惊你明仔载真正无声了。我感觉三个拢唱了就好。不是，即卖另外阁互因看有啥物特殊的才艺。还要再 PK， 还要再 PK。啊，你落去裁判，看多一个较好。好，好啊，好啊。立新来，凤娘来，因为我知道以琳姐很喜欢看人家跳舞，所以我想说带来一段舞蹈。我昨天为了准备这一段，我失眠。那大家拢赶快啊，压力很大。但是为了以琳姐，我觉得值得。以琳姐跳舞。就他喜欢看人家跳舞，我不跳给啊，你唔知？我唔知，我看你点点啊。吹来春天的风，阿鸟在跳，拜托诶。唱你叮当呢，讲个咸鸡，迄间咧唱叮当呢。吹呀吹来心轻松。袂歹咧，你这会使我做复健的动作。春天的风，春天的风啊，春天。然后今晚要看凤娘跳舞了。来之前我可能要先脱个鞋子。好好好好好，欢迎凤娘带来的一段舞蹈。
有内敛一点，对啊，对对，艺术美，哎啦，替家己的感觉替家己替，别人较看无啊，还叫抽象。艺术本来就是安尼，较主观呐。来，我想，哎，换我好了，海军哦，海军。我想要再准备一首歌，送给怡玲姐。哦，阿姆哥这首歌是爱男女合唱的，所以我想要拜托。不是啦，因为我想要唱这首歌送给怡玲姐吼，是为着要祝福伊的，不是要来糟蹋伊的，所以我想讲。你就是太过来就对了。咱唱歌，演戏你第一名。哎，对对对，对吧？咱唱歌真正比你较高唱的，底不啦？有做者。所以我想要拜托于大哥，哦，刚没当。都是啊，都是啊。海波龙，哦，好听，一样是怡玲姐的唱片里面的，是男女对唱的一首歌。哎呀，没问题啦。哎呀呀，好，欢迎二位带来的海波龙。苦痛，满腹的痛苦，不愿来流浪。我亲像海波，有起也有落。但今日若分开，何时再相逢？安尼哦，这个歌嘛就是哈于大哥，好会啊，给音给音的啦。底下于大哥在跟他合唱，我第一次跟于大哥合唱，哇，他真的会带动那个对方的那种哦心情绪啊呢。我是普通一般拢那查某，我拢最好带动的，带动吼入情绪跳舞啦，不管干什么嘿。哎，这就重要呢，唱歌你要能进去那个情境里面。也很不容易啊，他走进去，很能带啊。对，啊，那圣公海军这边也是不相上下，跳舞也蛮厉害，唱歌也蛮厉害。啊，你边比啊吧，大力，我爱啦，我蛮爱啊，你爱，我蛮爱比赛啊，你大力加油啊！无啦，人我有过初赛呢，你有过初赛？无但求你啊，初赛就叫人平掉啊！你拄只咧边啊，佮我讲哦，这个勇伯啊，我足尊敬你，结果即马甲我吐价，讲啥我出世了。啊，你讲是一定爱安尼讲啊，对长辈一定是爱安尼啊，对不对？来来，你要表演啥？无啦，我即马想要来模仿者，模仿。小蛋诶，你要模仿？是啊。你郭子乾模仿天皇造型。你来摸啊！哎，小郭今天你摸掉，对，今天你摸来啊！而且诶，我今天你要模仿的是加唱歌呢。啊，迄郭哥平常时嘛无咧唱歌对无？伊来袂晓唱，伊就袂晓唱。伊定定咧唱迄个小话。我讲话你是模仿，伊迄是模仿人物，啊，伊这是模仿是咧唱歌。模仿动物啊！有动物，真有动物，真有动物。有有有有海底动物。好好，欢迎大伦带来的模仿。
那就麻烦怡君姐帮我这个 Q 一下。大丈夫，也可得。阿妈唔把你，但是把正做大事。太多事。如果想的是你的，所需，所需怕亏无何处。海绵宝宝，安妮，但是派大星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有警棍是下火药。刘德华，经过几十年吧，听亏。哦，一共小你。萧煌奇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萧煌奇。我爱你，未来你会一同过花香雪合衣。王小虎，我那么你就等了归期，不甘心付出为你靠闺蜜。过来听讲是金门王呢。我爱你，未来的我。李炳辉，大姐讲哦，孤单上适合你，所以哦，伊这个人介孤僻，拢一个人出出入入，拢无爱甲别人出去唱 KTV。Rock 天王郭爸，我爱你。来个你，要来离开，你是讲张学啊，张宇？张宇啊，你讲过多少次好？游鸿明，上面海誓也是去，前辈拢无你，痴心变痴迷。郭富城。这里尴尬哦！快点放掉，这里对看到无？我甲阿妈问，阿妈已经陪是啥啥物？一公斤零，没爱你是我的巧克力。我跟你讲，说来我讲的这里你两下都模仿，郭哥应该要退休啊！哦，你讲，慎竹。如他说情人要爱但是没有勇气，才来用字骗情意，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，大家千万不要做坏事哦。我们继续谢谢，加厉害，真的是很厉害，我比小郭卡厉害哦，哇，过之而无不及，大家不敢嫌，嘿，安尼你甲看麦，怡玲啊，你来评审看麦，三个拢安有表现对不对？刚刚三位拢就赞了，拥抱一下，哎呀，哎呦，拥抱，哇，跟偶像抱抱真的不得了，谢谢玲姐，谢谢谢谢玲姐，谢谢，加油加油，三天都不用洗澡，真的真的，对啊对啊对啊。哎呀，我跨掉你好，谢谢。你们这模型超过，我还没轮到你耶呢。还没轮到我。对啊，拜托个。大家长辈。对啦。对对对。阿杰哥。长骨无看啊，阿个三家呢，六看腰型啊，啊，转骨头看。你叫阿杰哦。我来干嘛笑好笑？阿杰啊，阿伯。阿姐啊，阿姐就好。既然拄只吼，因大家拢唱歌给你听，啊，不你小小回馈一下啦。好啊，我你唱。哎呀，再来。一拄啊吼无烂掉，跟一只歌专。上好咱用啊。用啊。好，就好。点在你身边。欢迎黄怡玲带来的《点在你身边》。将咱牵做伙，才会挂念
藏在心底，一路走来，确实无好过，嘛爱感谢天，这幸福的代。